好，下面我们呢再来学习一些吉他的扫弦。那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教材辅助资料，我现在每一条每一条的给大家来示范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条，现在按着的是 AM 和弦，我们的第一条呢是 AM 和弦转 EM 和弦再转 AM 和弦，这样重复，那么每一小节转换一次。右手扫的全是下扫，大家再看一下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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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因为前三拍是四分音符，最后一拍是八分音符，八分音符是每拍有两个音。下下下下下，这是一小节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练习二。练习二呢比这有了一点变化，就是在最后一拍，大家看一下，下下下下下下下，是一个下下下，它是一个前八后十六，就是我们的前半拍是八分音符，后半拍是十六分音符。它的节奏就是大大大，我们打拍把我们的手落下去抬起来就是一拍，我们呢落下去是下，抬上来是上下上两个音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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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就是这个节奏。那么我们结合前面三拍呢，就是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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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我们再来看练习三。练习三就是一个四分音符加一个后十六，下下下上下下下上换换，就是换 EM 和弦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，好，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，按照我们的谱子来。好，再看下一个练习，打节奏就是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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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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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。好，这几个呢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右手的扫弦，那么大家把这些练习一下，可以用到我们很多的歌曲里边，看哪一个更适合一点。好，扫弦我们先简单的讲到这里。